人气演员纳德克丁宫是奥地利与泰国华裔混血儿。早期他因高颜值被星探挖掘，年仅19岁进入演艺圈发展。后来与演员雅雅合作拍摄爱情剧，成为电视台的官方荧幕情侣。两人成为荧幕情侣后，私下关系也很好，从同事变成好朋友，再发展成恋人关系。甜蜜的爱情剩下众人，两人爱情长跑了12年。日前透过社群平台宣布即将结婚的喜讯，纳德克也公开了他在意大利与雅雅求婚成功的照片及影片，其中雅雅手上12克拉大钻戒最为引人注目。据悉，钻戒是纳德克早在4年前就找了珠宝设计师设计的，而12克拉的钻石代表两人交往的12年。偶像剧般的爱情除了收获众人的祝福，也让不少人直呼羡慕啊。Bye.